这里是广西的九万大山，位于广西河池市罗城莫老族自治县和柳州市文水县的交界处。今天我们去一位独门独户独居的大叔家。竟然在路上都有灵狮，但是这个太小了，还没长大。哦，这里有一棵大树，这个就是扫一下，万一有货嘞，对不对？灵狮就是长在枫树上面的。哎呀，但是这个不是灵狮啊，这个不是灵狮，但是也喷粉了。不是灵狮，这个才是灵狮啊，太小了，留着。我以为这个是灵狮啊，没想到这个不是，没脚的啊，这个是没有脚的。这里应该已经闪过灵狮，被别人拿了啊，这个灵狮已经被别人拿了。这条路以前是好的，现在被水冲了，冲坏了。很多人上次都一直在评论说，这个里面的房子怎么建起来的？几年前这里是通路的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几年啊，水冲坏了，太长了，这个路程。也只有一户人家，所以就没有修，所以现在就不通车了，摩托车都走不了。应该走一半了，应该走了一半的路，走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加油。这就是以前的路，全部被冲垮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像很多这样的，全部被冲坏了。隐隐约约能看到了。这里是九万大山的核心区，这里只住了大叔的一户人家。几年前这条路是通有土路的，也是那个时候大叔他们建起了楼房。这几年由于雨水把这个路冲垮了，路程太远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，所以这个路就没有修，现在只能步行。这里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，所以山上有很多这样的水流下来。终于到了，看到了，应该还要走个半个小时。哎呦，看的是近，哇，下面好想去冲个凉，泡个水，因为水舒服啊。走了，继续。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。哎呦，这个虫子太多了，老是往眼睛里跑。风筒，一风。
土鸡我来了，这是你要跟我回家。公鸡在报信，说有人来啦，有人来啦。土鸡蜜蜂，勤劳的蜜蜂，哎呀，为什么会攻击我呢？啊，被蜜蜂蛰了一下，好痛啊，蜜蜂。哎呦，这么凶啊，这个蜜蜂。哎呀，好痛啊，好痛啊。啊，这是蜜蜂的身。哎呦，痛死人了。哎呦，那个蜂箱，我经过那里的时候，哎呦，被蛰了一下。这个就是八角，好货多多啊。这就是大山里面的八角啊，就是完全用太阳晒的八角，好香啊，香喷喷啊，八角。阿叔，叔啊，在这里等大叔，大叔应该是去干活了。哎，在这里找了一下，有多少网？看一下，上面是八角，八角树。看一下，遍地的果啊，现在已经成熟了。嗯，太多了，没人吃。这一路都是，看到没有？全都是。这个果没人吃啊，这个四十，看到没有，掉了四十树。红薯，这个小小的蜜蜂啊，手啊，这个手都肿了，有点痒，弯都弯不了了，现在肿起来了。干不来吧，找到一个多少钱呢？来治疗，休息一下子，休息一下子。说一下子，说一下子。哦，哎，这帮老吃茶的。你看有没有？中午的又回来了。你看你有个三斤的不？你嗯嗯嗯嗯，我上去一个见。嗯，为了蹭个网络，现在都有六点多了，准备下雨了。大叔已经回来了，去看一下。来包过来要走吗？去不来包了？那不是。那种我也来包。那么你看嘛，才包些。那还一条包单，那边还一条来包的没事嘞。那这要几多个？那种我，那种我们包吧。用你来包了，可以交个工资来包。来包了。嗯，来包的几年去的？来包几年的？肯定嘛。哎。那你等下回来吃。来包几年的？哦，他一生完蛋，这是包回来。哦，今早蛋多点哦。哦，饱满了，饱饱满满了，八角。还以为那种熬八个月过了才卖给你们的。哦，人熬个八个月。哦，像这种人熬八个月，八个月好贵的。真是哦。一种那个是又香又甜，人家吃的人家最爱吃。哎呀，哦，一样这种是怎么成连熬八个月的？哦，人家晒干了，只有熬油过了再晒干了卖给你，根本没够更香的。嗯。我们用分钟就熟熬了。哦，人家外面都是连熬八个月。哦，根本就没动。这段时间大叔比较忙，因为八角要成熟了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所以每天他都上树去捡这个八角。今天他去捡了一天，才捡了八十多斤生的，然后呢还要晒干，晒干以后可能也就只有十几斤。